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九十后回忆馆二。MSN 话自己忙碌嘅人都系忙住扮忙碌。Stephanie， 吓，讲两句。哦，好啊。佢，我，哦，佢咩嘢我都知得噶啦，就算我行开咗，佢都会同翻我讲噶啦。你当我唔喺度得噶啦。哦，冇乜特别。下个礼拜嗰场班制篮球比赛决赛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呢？我不知道的，要看我们那时候使不使做自己的事。我今晚 MSN 再找你啊。喂，拜拜。喂喂，做乜咬耳仔嘅？我有咩唔知得啊？而家冇嘢，佢讲拜拜啫嘛。拜拜都咬耳仔，太作状啦嘛，兄弟。哎呀，行啦行啦，食嘢啦，睇下小息得翻几分钟咋。系喎，我要食面啦，冲啊！喂喂，做紧咩啊？睇紧法定先锋。哦，咁唔阻你咯。我唔阻啊。喂，你等我转翻用有线先。哦，我个无线电话冇电啊。诶，搞掂。唉，你呢度矮咧，欧阳就话点会咁都谂唔到噶。喂，我冇睇啊。吓，咁你矮乜鬼啊？我好想揾个师兄啊，但佢 MSN 个状态咧又系忙碌中、啊。忙咩碌啊 ？MSN 话自己忙碌嗰啲人都系忙住嚟扮忙碌啫。我睇咗佢听咩歌好耐噶啦。嗱，佢首先咧就听华丽邂逅，之后听一场误会，之后咧就爱得太迟，再嚟就系爱你变成恨你，依家又转咗啊！佢听仇人节添啊！我系咪做错咗啲咩啊？哦，喂喂喂，你有冇听我讲嘢嘅啫？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！哎，咁你咪直接揾佢问咯，你自己点谂都冇用噶，系咪？我点问出口啊？好似好姣咁啊！咁你系姣啊？喂，我唔系咯。哎，算啦算啦算啦，唔揾啦唔揾啦。啊，揾啊揾啊揾啊，梗系啊。点噶你？揾啲嘢玩啊！我意思系，你揾啲嘢玩下，分散下自己注意力，咁咪唔使谂住条友咯。玩咩啊咁？夜猫猫唔出得嚟噶、哦，有啲嘢咧唔使出街都玩到嘅，嚟啦！玩咩啊？吓、啊、又嚟？喂，听唔听到？喂，有冇打133噶？有啦，梗系。喂，请问何露莎家长喺唔喺度啊？吓、啊，唔系喎。未翻喎，咩事啊？我系学校打电话嚟嘅，我叫 Miss M 啊。吓 ，Miss M？ 哦，你唔识咧，好正常噶，因为我冇教书噶。啊，我系训导组嘅，系一啲犯咗严重校规嘅人先会识我。至于你发咗咩事咧，我会而家即刻去揾另一位新嘅训导 Miss Wong 同你讲啊。系 ，Miss Wong。喂 ，Miss Wong，Miss Wong， 吓，搞咩欧阳玲？边个震你啊？穿晒煲啦！师兄啊，佢约我去迪士尼啊！兜过几个圈，看木马旋转，美梦似是遥远，仍埋藏着烟圈。快乐旅途中，有没有热恋？看着这入场券，如同寻获温暖。笑问你，你或连夜候票，再多的困倦也不愿，只在平静地说出。
寄，穿梭堡垒内陪伴我嬉戏，米老鼠比精品店的你轻轻靠近都可使我快乐跳起，当身边挂着相机，假使到最后还未忘掉，不准你别离，我知心里正准备无缘合照夜抱紧你。九十后回忆馆二，司徒志强是志强，欧阳玲是欧阳，阿郑是 Rosa。以前 MSN 一定会揀一句最精警的句子做 status， 你记不记得自己其中一句用过的句子是什么？上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欧阳玲酷欧阳告诉我知，放心啦，我不会笑你的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合。公主与白雪